接下来我们的嘉宾将要为我们上演一个爱情小品，非常的搞笑，非常的精彩，非常的甜蜜。那我们赶紧看一下吧，舞台交给他们。好。啊，你过来吧，过来。有，这两天来好几个老太太呢。行，没事，指定给你介绍成，没事。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来了。你也等一下，老刘头啊。又来活了。来活了，你赶紧去准备准备的。一会儿有几个老人要来，你快点。全部给我拿下啊！你快点。好的，我会好好准备的。你快去吧，你去。啊，老刘啊，你过来吧。啊，有几个你挺能相中的，嗯，都不错。行行，过来吧。好了，嗯嗯，好好，嗯。报告经理，回来了啊！我让你找划了那几个人，给我划着没？划了了，这照片我都给你带来了。啊，对对。那这行吗？这好看吗？这行这行。这也行。哎呀妈，这行啊！这也不行，这。完了，不错呀，这个。哎，这叫啥名？这个叫轩轩。轩轩呐。嗯。哎呀，不错呀，他干啥的？他属于个体经商户。哦呀，嗯，那在他身上能整下来点钱呢？别了，这你还得给我留着吧，这个。为啥呀？这个我还等着追他呢。你相中了？我相中了。你相中不行啊，咱这是中介所，咱得收中介费呀。这你得，那我就给你拿200块钱中介费拉倒。200，这你必须得300，这个。哎呀，300啥时候？涨了300呀！一整，大家伙来了，大家伙，哎，你好，客气，一整。谢关关雎鸠，天天喝粥啊！喝粥好。窈窕淑女，我不好求。对，但是为什么我在你这，你给我介绍三个对象呢？我就不成呢？你那是年前看的，年前几乎放假都回老家了，这过完年都回来了。你看，没事，指定介绍。你看，这都新来的。你看这，你看，这个，你看这。这是哥，这不是这个，这是海龟。海龟，我一个大土鳖，你给我整个海龟上去？不是，这叫娇娇，刚搁上海才回来的。这不行，这也太黑了。黑呀！这男女还有胡茬呢，这。不行，那你这个不行，还有这个，你看这谁呀？美美，大个模特。怎么看像胖胖这个？胖胖现在减肥了，挺瘦现在。啊，车模。这不行，这模特不行。那你看这个呢？这个不行，这个怎么的呢？这有主了，这怎么有主了呢？这个吧是咋的？别动，这个是我的，是你的。现在这个吧是有男，他有男朋友了。男朋友结婚没吧？嗯，还没办呢。你看，没有结婚你就有机会。那是吧？那就我就有机会，对不对？我就他了，就他。赶紧给我联系。呀哈！哎呦我天，大个啊！苗条，这还开跑呢，这是。行吧，就他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大橙子，看着没？我带来的20000的支票啊！如果要是这什么名？姓轩轩。哎，你要把轩轩给我联系成了，我告诉你，这20000块钱都给你啊！20000呢？哎，对，20000。我跟你说，你放心吧，这要介绍不成，我还你4万。四，好啊！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太行了！保成，来，耶耶耶耶！好，那就这么定了啊！好，我换套衣服。半个小时以后我再回来。那行，我等你，快点的啊！我等你，马上联系，马上电。经理，这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你给我留着吧。留什么留？钱重要，你重要。完蛋，就你重要。然后我又拍死你。去，赶紧把那个轩轩给我联系上。啊，快点。真闹心，来来来，手里活啥也别干了，就把这事给我联系上。闹心，我啥也不干了。啥也不干，去吧。请问这是婚介所不？是啊，咋的？咋的？但是今儿个不营业了，啥也不干了。今天啥不干，不营业了，听明白没？咋我一来，谁说不营业的？啊，不你说的吗？钱重要，你重要，赶紧给我办事去！啊！我拍死你！这小这么能耍滑？你好，大爷。哎，这是婚介所，您也是来征婚呢？不征婚到这来干啥呀？你啥眼神光叫大爷？不，看这头型呗，像你差吗？啊？叫帅哥以后啊，叫帅哥啊！你也想来征婚？哎，那我就介绍一下，我们大橙子婚介所，服务第一，质量第一，
对那些女的找不着好夫的，好夫找不着好妻的，到我们这儿速配全部变成一加一的，体量肯定是嘎嘎的。我不希望看广告，我希望看疗效。看疗效，哎，对对对，请看疗效，对，200，疗效。我见一面就200，见面费200，对，就你这样值200吗？我免费，我免费，看买个女孩收费，我免费。啊，见一面200，200，啊，不差钱儿，主要是你必须得相好了，对不对？我。太刺激了，好好好，娇娇啊，娇娇，快来快来快来，来人了，娇娇，哇，好了，你好吗？我好想念你哦。我这身上有点冷呢，怎么呢？这能不能给我收敛点儿？好的，搞定。嗨，帅哥，坐着说。我看你长得好有福相哎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耳朵这么的大，脖子这么的粗，一看你就能活到，一看你就老有福了。不是，你是哪儿来的？我看你好像夜总会来的呢。不是啊，你怎么能这样说？现在纯情少女都这样啊，帅哥。嗯，你一定很有钱吧？也没有多少。哎呀，就弄个苏家纯的首富吧。哇塞，我要嫁个有钱人。我们结婚吧。行，等会儿，先等会儿，碰见大活了。今天这大伙提成一半，行不行？说话算话啊！首富，这首富啊，您是首富，首富，首富。首富爷，那个我问一下，您首富您能有多少钱呢？没多少钱，十来万吧。我要跟你结婚。不对，不对，十来万，十来万怎么能算是首富呢？那苏家屯的房子那也就那价了，首富十来万吧。那个啊，不要动了，快点。得苏家屯买个房，贷款买的，对，付了个首付，对对对，啊，那家你一定要挺有钱，撤，这穷光蛋，中介费已交了，去撤撤。帅哥，啊，再见。这孩子精神好像有点毛病，是吧？所以说他这个不太适合。您不太适合，那我给你介绍一个别的好不好？这换的不适合。小宝啊，宝儿，宝儿，宝儿哪里？快来。那个，这还没有了呀？啊，没有了呀？咱家托没了吗？那你这多少钱不给人开支了？人家跑的跑，撩的撩，就剩了这么一个傻娇娇，还你整跑了。那你说这有个山炮，这钱也不能不挣啊。哎，我想起来人啊，哎，你记不记得就有一个事儿，就贼事儿，贼事儿，贼事儿，就当模特那个，能想起来不？谁？就贼事儿的那个。啊，那美眉呀？对。啊，对，对，美眉，谁也相不中她，让她来，她俩一见面，两头挣钱，对吧？有事说事，你老打我干啥？我咋这么疼呢？他这去把美美给我叫来着。啊，我这到家了啊！你到家了哥？嗯。哎呦，我告诉你，就那美美长得哈，就人那个。对，你告诉他。哎呦我去！就人那腿啊！哎呦我去！就人那身段哈！停！滚！赶快去！哎呦我去！来了，美美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美，今天千里迢迢来到沈阳，希望能赶快把自己嫁出去。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那个美美啊，我给你找的一个好主，你俩见面好好聊一聊，行不行？谢谢。你俩好好见一面，来，就是他，对，就他。
你真是个 gentleman， 谢谢。我是想坐下来了，我刚出门的时候就不太舒服，看到你之后头晕。头晕呐？头晕那是正常，就等于是高原那个缺氧一样。对的，太。没想到你长得帅，还真幽默。行，我就在这站着，咱俩正好。那个，我想问你个事儿啊。你说你，就你这条件，你说你找我这样事儿呢，你能同意吗？我怎么不能同意呀？我们搞艺术的，本来就比较另类一点。那你看我另类吗？你当然另类啊，你多另类啊！你看看，你这发型多另类，头发都不长在脑门上，全长到嘴边。这个头发另类是另类，但是吧，看你这个坐没坐姿、站没站样的，基础不好。基础不好？嗯，那得啥基础呢？要想当我的老公啊，那就得像那个杂志上那些男模。什么男模？嗯，来，我教你走两步。怎么走啊？屁股撅起来。胸部挺起来，小腹吸进去，肩膀打平。你怎么就像这些孔雀一样？不是你教的吗？我觉得看这个样子呢，如果你想要娶我回家的话，我觉得你要赶快报名参加一个形象速成班，学费只要5000块。便宜吧？便宜能叫啥课呀？那5000块钱呢？赶绑票了这样？什么绑票呀？可是我亲自授课的呢。你授课呀？你可拉倒吧你！哎，我说老板，你怎么回事？你这不是婚托吗？你啊，骗我呢吗？什么婚托？我没搞错呀！你这个三炮！站住！站住！妹妹，相中了没？对，没相中。不是货。不是货，那您先交200见面费。见他要交200啊？对呀，我都交完了，你也得交啊。见这么帅的人，200够吗？够啊。我看，我给你500怎么样？好啊，500。你慢慢等着吧，你。能不能整个档次高一点？不是啊，你说这你这要求也太高了，你这也。还有档次高的，咱还没有人了，还有电话号码，你看还有没有人了？你别翻了，没有了，这回一个都没有了，一个没有，就有一个，轩轩，你虎啊！轩轩不给于总定出去了吗？于总现在不没来吗？打一个时间差，又挣200，行不？400。三天见美美没相中200，想见这个再招200、400，还得交。不要不想见就不交，谁也不强迫你，谁能强迫你？范，哎呀，谁吧？见，来就得见，太刺激了。把轩轩给我找来，找来去。轩轩呐，快去！我的轩轩呐！爸好，先生好，谢谢，你好，谢谢，哎，你好吗？好吗？你好，你好，谁呀？你俩怎么回事呢？肉小狼多，先可大哥，花钱了，大哥是消费者，你俩见面来看看，先哥，妹儿，出租。10万，过来，你干嘛？捣什么玩意儿呢？算了，我都怎么懵？哥，你不知道啊？哥是开出租车的，然后呢，之前呢，去年我就带了10万块的现金，然后来这边进货，结果钱包呢整个掉在车上，结果这个哥哥啊。非常的热心又好心，钱还了，可是我不知道大哥叫什么名字啊！啊，拾金不昧，妹妹，哥，
类似这样事我经常做，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 啊。是啊，我叫王小丽啊。啊，王大哥。不行，你这人你还是别跟他唠了。不，你瞅脑瓜说话磕巴，脑瓜像土豆。大哥，你来这干嘛？你这孩子不适合你，个儿太小，还以为个大的。哥，你来这干嘛？我呀，我这不是闲来没事坐门墩吗？就一直都想找媳妇儿。那你来干啥来了？我是白天黑夜望星空，一天到晚找老公。不是你俩不太合适啊，你俩合适啊，根本就不合适。你要看他看时间长了，晚上睡觉都得做噩梦。没关系嘛，做就做，我甘愿啊。妹儿啊，你咋这么犟呢？你俩、哥，妹妹。哥，我觉得这地方说话不太合适，咱俩换个地方唠唠。我们去兜风开车好不好？哎呀，车让人召回了，走吧。对、啊、对。哎，我说啊，我呀，我的轩轩啊！停。你还我轩轩啊！还啥轩轩呢？你都让人家领跑啊！不是你看，别哭唧的啊！钱重要，你重要。你干啥来了？我都干七个活了，你一分钱都没给我结呢，俺家孩子奶粉钱都没了。这俩给我那个，其实现在手里真没钱呐。别给我忽悠了。刚才那个于洋都给你2000块钱，我眼瞅着你。给我20000，是给我20000，是20000。20000呢？孙杨给20000，他说把轩轩介绍成，要介绍不成得赔人40000。不行，你借我20000呢？这咋整啊？哎，咋整啊？我问你咋整啊？我这还有100000，你要不？于总，你赶紧回家，快点的。别回家，于总。我认为娇娇最适合你，你俩要能结为夫妻，你俩的孩子得老好看。上一边了，我就觉得他孩子现在奶粉都不够吃了，你给我回家去。我就觉得我们，我一会儿抓你啊！养啥？这干啥甩子呢？你这是？不是，这怎么还？你松开！你干啥呢？这是？这孩子现在心情不好，心情都让你给整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都让你给整。看于总宣传。现在你要不你俩得好介绍不行，看着没，好悬没给我传过来。这就是刚才咱写那个欠条啊，我已经偷偷的开上你们专这个公司的章，等着法院给你传票啊。不是于总啊，你看钱也没了，人也没了，你给我滚犊子，你给我于总不行。哎呀，你给我钱，你别找，你跟我结账。我的轩轩呐！孤独躺在这舞台，没有掌声我不起来。没有掌声我起来，快点给我回来！谢谢小宝。